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。阿舍利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明顺，皈依佛陀，两足中尊；皈依大摩，利欲中尊；皈依僧伽，注重中尊。阿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明顺，皈依佛陀，两足中尊；皈依大摩，利欲中尊；皈依僧伽，注重中尊。阿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明顺，皈依佛陀，两足中尊；皈依大摩，利欲中尊；皈依僧伽，注重中尊。请看《大经科注》第1029页，1029页，从第一行看起，这是课题，劝知祸苦，一段中义。经文有四段，四大段。第一段是喻，比喻，分三个小段。第一是问，请看经文。譬如转轮圣王有七宝玉，玉是地狱，牢狱，监牢狱，七宝造的监牢狱，王子得罪，禁闭其中，层楼一殿，宝帐金床，蓝窗塔座，妙室珍奇，饮食衣服如转轮王。下面问：而以金锁系其两足，助小王子零落此佛。念老的注解说得很清楚，这一品经继续前面劝我们断疑取惑，要把怀疑，要把迷惑断干净。第一段里面是讲王子被囚为狱，家乡书里都说转轮王比喻无量寿佛，七宝宫殿比喻净土，就是极乐世界。王子得罪比喻疑心之缘故，我们对于佛陀的经典怀疑，不能完全接受，不能相信，
用这个来做比喻。金属比喻的是他往生在莲花里，前面跟诸位报告过了，花没开啊，在七宝池中花没开，什么原因？疑没断，迷惑没去掉，没放下，感得了这样的果报啊。实际上我们能够理解，即使是往生到边地一尘，也很难得了。啊，虽然说做监牢狱一样，它有期，它不是无期的。前面经文说得很清楚，最长500年，花才开，花总归是要开的，只是开花早迟不一样。功夫好的到极乐世界就花开见佛，这大概都是上品往生的啊，上品上生，上品中生，上品下生，莲花到那边花就开了，中品下品时间长一点啊，下下品时间就更长了，但是它还有一个遗尘，比下下品的时间还要长，就是这一点，这个一段所说的啊。所以我们如果对佛说的能相信，凭什么相信？凭佛所说的。佛怎么会说假话？妄语是佛门的大戒，不杀生，不偷盗，不淫欲，不妄语。佛教我们不妄语，他自己怎么可能妄语？这是一定啊，要相信的。你相信，你就有福报了。这个福报之大，无法想象。为什么？你在这一生当中，就能超越六道轮回，往生极乐世界，超越六道轮回。六道轮回之苦永远断掉了，叫断究竟苦啊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得究竟乐，没有比这个更乐的啊！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，决定不能够疏忽，机会不容易遇到啊。佛经上常说三途去不得了，三途是恶鬼、地狱、畜生这三道啊。佛说的话我们要相信，佛说三途一度5000劫，麻烦大了。啊，一劫，我们不要说大劫了，就是一个小劫，时间都是天文数字。佛在经上常说的，
小气啊，一增减人的寿命最长的时候84000岁，100年减一岁，减到10岁，止住了。然后从10岁，每100年加一岁，加到84000岁，这样一增一减，叫一个小节。堕得三途，就三恶道，要多久的时间才有一个机会让你出头，就是又到人间来啊，人间天上这两道啊，什么时候才能够遇到一次这个缘分？佛说5000劫才遇到一次人天佛地呀，不是好玩的。我们对于佛的话要特别认真，时时处处不能把它忘记啊，放在心上，句句是真话，句句是实话啊，真实语，一定要相信啊。前面师尊劝我们念佛求生净土啊，又给我们说出极乐世界的状况有两个特别之处。啊，一个是怀疑佛菩萨所说的但是他还肯念，半信半疑还是肯念，生到极乐世界就遍地一尘啊，前面说了500岁中不见三宝，不知菩萨法师，这个500岁是我们地球上我们这的500岁，在极乐世界不算很长，极乐世界人5量寿啊，这个要知道啊。佛5量寿，每个往生的人都是5量寿。5量寿，这500岁算什么？啊，像我们这个寿命，还不像看5分钟一样。真是这样的。在莲花里面，花没开嘛？啊，在莲花里面，这一段是比喻。啊，王子做错事情了，国王把他关到监牢狱去的，这个监牢狱是七宝造成的。啊。专门囚禁王子的，不是一般人，一般人哪有这么大的福报？坐在监狱里还是享福啊！啊，底下讲的，你看，层楼一殿，宝帐金床，啊，栏窗塔座。妙施其真，饮食一服，
如转轮王，这就是这个七宝监狱里面状况啊。但是他戴的是脚镣手铐啊，这个脚镣手铐不是铁的，是金的，是金锁啊，戴上这个，这些小王在里面，他能快乐吗？啊，为什么不能快乐？他自由失去了。年老的注解，我们念一遍。从家乡苏的后半段看起啊，我们看经文倒数第三行第二句看起，如转轮王欲于花中受快乐自在，或欲可知层楼重楼啊，三层以上的床者，人所坐卧者，帐床帐啊，帐是与床上者，榻小床啊，我们的小床，长而低者小床，锁妙事珍奇者，以奇珍珍宝作为巧妙的装饰。王子梵法，国王给他造的监狱，不让他自由。这些小王愿不愿意去作践？下面一段是答复：此事悲，此事弥勒菩萨。佛叫着弥勒菩萨的名号，告诉他这个比喻：悲，他不会快乐。世尊，趁佛的德号，是出世间最尊重的老师啊，比是指小王，这些小王犯罪了，做错事情了，被关在监牢狱里面去，不自在啊，自由失去了啊，他怎么会乐会快乐呢？所以说心不自在。他的心求脱离，就像往生的人在莲花里希望花开，同样的状况啊。下面这段经文，但以种种方便欲求处理，求助进程，终不从心，轮王欢喜，方得解脱啊。他总是想方法方便，想法子怎么求早一天从监狱里出来啊，必须要轮王欢喜了，不再责怪你了，你才能出来
啊，才能得解脱。下面一段文，何欲？啊，何？何不求？佛告弥勒：此诸众生，亦复如是。此诸众生，是指我们。我们在这个地球上，在释迦牟尼佛的凡圣同居秽土，若有堕于疑秽，疑秽也，疑是对付。悔是对自己祈求佛知，知广大知，这是疑惑啊。第二这个呢，疑惑佛智慧，于自善根不能生信。这两句话很重要。佛说我们有智慧，我们有善根，我们自己不相信啊。啊，为什么呢？今天我们的智慧不能现前，我们的善根不能起作用，不是没有，我们每一个人，或者我们讲每一个生物，都有跟如来同样的智慧，同样的善根，同样的福报。智慧、善根、福德、因缘，都是说不尽的，不是没有啊，真有啊。我们失掉了，这个失掉不是真的失掉，迷失了。怎么迷的？起心动念，第一个迷，迷从这来的，起心动念，一念不觉，觉不起心不动念，不觉就起心动念了，迷了。佛陀教导我们叫什么？教我们破迷开悟。迷没有了就开悟了。啊，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说了五句话，把佛法就讲尽了。佛法是什么？能大师的五句就是标准答案。啊，第一个，本自清净；第二个，本不生灭，不生不灭；第三个，本自具足；第四个，本无动摇。第五个，能生万法，万法包括十方三世一切诸佛的刹土，
能生能现的，这话要听懂啊。既然都是自信所现的，自信是一，没有第二个。十方如来跟我同一个自信，自信就是真心啊。我们讲真心妄心，大家好懂，自信是真心，能生能现。能生能现什么？就是这个整个宇宙啊！我通常在佛经里面讲的十方三世啊，十方是我们这居住的空间，东南西北四维上下叫十方，三世过去、现在、未来。过去无始，未来无终，这里面所有一切万事万物，我们六根所接触到的，通通是自信变现出来的。啊，自信本身如如不动，遇到缘它能现，啊，我们凡夫遇到是什么缘？迷惑、意念不绝，接着怎么样？念念不绝，这就六道凡夫。啊，佛菩萨怜悯众生。视线在视线啊，佛菩萨视线不迷所以叫长期光土叫十报土啊，下面迷而不觉迷得轻的阿罗汉毗之佛，迷得重的六道凡夫，六道凡夫全迷了。啊，阿罗汉毗之佛觉悟了，小悟，不是大悟。啊，小悟，住方便有余土。啊，菩萨大悟，住十报庄严土。佛回归常寂光。啊，四土里头，常寂光净土。那个里头，没有现象，没有物质现象，也没有精神现象。精神现象所谓是念头，没有念头，不起心，不动念，不分别，不执着。是这么一个状态啊，回归自信，变法界虚空界你全都知道了，都明白了啊，真心所现，真心有智慧，样样明了，样样不迷，这叫佛法。我这么个说法大家好懂啊，不能怀疑，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学佛就是回归，除了回归之外，一样也没有啊。所以我们要晓得，整个宇宙是假的，不但我们在这个地球上。生命的时间不长，100岁的人不多，啊，这一百多年当中，见闻觉知，没有一样是真的，
佛在经上常常用比喻来说，比喻用的最多的是梦，梦幻泡影。啊，《金刚经》上说，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。说了四个比喻，梦是主要的一个，如露亦如电，应作入室观。露是露水，太阳出来了，露水就没有了，不是真的。我们有没有用佛教诲来面对着六尘境界？啊，如果能记住这一句话，一切有为法，有为就是有生有灭，就是梦幻泡影。啊，能够这样看法，应作如是观，你就能回头，你就能求悟啊。啊，快速频率之高，金刚经也有比喻。如露亦如电，电是闪电，一刹那就没有了。啊，露是露水，我们要能够把一切法都看成是露水，是闪电，怎么样？智慧就现前。什么智慧？放下了，把事出世间一切法统统放下，放下就回归自心。问题就解决了。好啊，啊，可是我们听佛说了，人家问我们也能回答了。有没有做如是观呢？没有啊，样样还认真呢，没有把它看作梦幻泡影。那真正看到梦幻泡影了，见色看得清楚，闻声听得清楚，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，怎么样呢？不放在心上。对了，这个人就是菩萨。我们今天所做不到的，就是读了佛经没用上，依然还放在心上，把一切法放在心上，放在心上当凡夫啊！不放在心上呢，你就是菩萨了。菩萨跟凡夫差别在此地。那佛怎么样？佛根本没有起心动念，这就太高明了。啊，我们起心动念，把起心动念不要放在心上，放下。就不要理他，假的没有了，像闪电一样亮一下就没有了。要做如是观，你要常做如是观，观个两年三年就成功了。成功是什么样子？清净心现前，
心不再放东西了，清净，清净心证阿罗汉果。再提升一级，不但心清净，分别没有了。阿罗汉还有分别，没有执着。啊，分别执着都没有了，菩萨比阿罗汉高一级了，菩萨了。啊，最后把这一念彻底放下，就回常寂光了，那就叫成佛。佛跟人是一不是二啊！啊，人是什么呢？见色闻声，通通生妄想。分别执着，通通都有啊！这叫什么？叫烦恼。愚自善根，常生烦恼。本来是善根，一着相就变成烦恼。不着相，为什么不着？假的，不是真的，根本就不存在。心经上说得好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。这是用眼根的去比喻，眼见色，啊，你就分别色，你就执着色。那经上讲的，佛也用这个方法，不用这个方法，众生不懂啊。要用众生的话，说给众生听。但是众生会听的人不执着，明白了，不分别，不执着了，这是佛的好弟子，这是佛的真实弟子，他入门了。啊，我们听懂了，前面还是有分别，还是有执着，麻烦就在此地。什么时候真的觉悟了？真的觉悟，自自然然，不分别，不执着。凡夫有妄想、分别、执着，生生世世，无始劫来。吃不完的苦头啊，真苦啊！如果真听话，听话就四个字：看破放下。啊，我初学佛的时候，第一天老师教我的，我向他请教。佛门的书生我听方东美先生所说的，无与伦比，没有一法能够跟他相比。我向大师请教，佛门有没有方法让我们很快就能弃入啊？老师听了，看着我，我也看着他，我等他开始啊。他看我心浮气躁，
心浮气躁，不必说，说了等于零，一定恭敬心升起来，心定下来，没有杂念，没有妄想，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，这个时候老师就告诉你啊，我们互相看了半个多小时啊，房间没有别人，我记得我们总共只有四个人，一下就沉下来，一念不生了啊，完全静下来了。老师开口了，有，就说一个字，他的有，我们马上就振作起来了啊，等了好半天了才有啊，这注意听了，我们这一动，张家他不说话了，等了差不多有十分钟，我们就又定下来了，说两句话，看得破，放得下。第一次见面两个小时，就说这么几句话，最后嘱咐我，我今天跟你讲六个字，你好好去做六年。头一堂课，六个字要做六年的，啊，放下什么？起心动念分别执着啊，真正放下了，智慧就现前，就看破了，整个宇宙人生设法界一真庄严，它是什么事情，什么回事情，你通通明白了。啊，第一天两个小时把佛法就讲尽了，我们怎么样呢？听不懂啊，话听得懂，里面的真实意是一窍都不通，啊，所以老师幕后的一句话重要，好好去做六年，看破放下，要做六年。啊，这个地方的比喻也如是，最重要的，佛想尽方法，让我们升起真心。于自善根，真正能够相信，相信佛的教诲，言行身教，他做给我们看。我们看老师一生，无论在什么时候，无论在什么处所，看到他，他心是定的，啊，都在定中，啊，宗门入定是面壁，他行住坐卧都在定中，
别人来问你，随问随答，那是智慧。自信本具的般若智慧，自然流露出来答问。这段经文底下后面这一段我们念下去啊，有闻佛名，起信心故，虽生彼苦，于莲花中不得出现啊，亦复如是。念到的注解，疑似何千语啊，何而以金锁吸其念珠，何这个比喻？我们再看下面经文，彼处花台。在莲花里头，莲花不开，又属圆圆宫殿之下，何以故？彼众亲信无助会我啊，说明莲花亲近，莲花是净土，没有会晤，没有会晤的因，没有会晤的缘，当然就是极乐世界啊。但是它有范围，极乐世界你只能在极乐世界这个小地方，其他地方你去不了啊，不能够具足六神通，游历诸佛刹土，这你做不到啊！你只能在莲花范围之内，这里面享受，这享受，我们明白。超过欲界天，超过色界天，世界没有法子形容。啊，但是终极的往生目标没达到。目标是什么？见阿弥陀佛，在阿弥陀佛讲堂听经闻法，修行正果，这是往生极乐世界目标啊！极乐世界的人不需要饮食啊，所以他在那里盘腿一坐，就可以坐几千年了，精神饱满了。为什么要那么长的时间？听佛讲经，听到什么位置？听到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成佛。所以，阿弥陀佛的讲堂就是佛学院，进入这个地方去是凡夫，我们待业往生，生同居土凡夫。
小乘的资格都没有啊！什么时候离开讲堂？明心见性，大彻大悟，这才离开讲堂。换一句话，上几堂课，一堂课。这一堂课，每个人时间不一定。有人功夫好的，善根深厚的，很快啊，坐下来没多久他就毕业了，离开讲堂就毕业。没有毕业的时候有神通，这怎么回事？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加持，在极乐世界真加持得上，加持你有能力化身分身，分多少身数不清的。分身干什么？到十方世界去拜佛，听经闻法，帮助诸佛如来普度众生。是这么个意思。这个课题里头，或宝月，或无漏，请看经文：然于五百岁中。不见三宝，不得供养奉祀祝福。他的烦恼就在此地。往生极乐世界，不是去享福的，是想在那天，在那个地方早一天成佛。正果啊，早一天能报佛恩，帮助佛，跟佛当助手，教化一切苦难众生。这个愿做不到啊！啊，下面我们看看。怎么样能够离开七宝监狱？经文告诉我们：若此众生，失其罪本，身自悔责，求离彼处。这几句话重要呀、啊！往昔事中过日尽矣，然后乃出。往昔，我们做了很多好事，好事是功德，也干了不少错事，错事是过失。无世界以来到今天，我们出不了六道轮回。六道轮回是怎么变现的？是三业不善，
所造成，念头不善，言语不善，行为不善，造的我业。念头是意业，言语口业，身体动作是身业，三业不善。三业怎么不善？与烦恼相应。什么是烦恼？贪嗔痴慢疑。问题在这里，与这个相应的外面六根对着六尘，色声香味触法，法是念头，意根对的。我们每天干这些，造不完的业，业感果有受不完的罪，这个事情多可怕。我们不能不知道，怎么样子才能叫我觉悟？我们今天古人告诉我们变数读经，经要天天读，经要天天讲，天天讲，天天读，不定什么时候豁然开悟。如果读经很少，变数不够，没有开悟的指望啊。日常生活当中起观照功夫，把经上所说的在日常生活当中我看到了，我听到了，我接触到了，接触到了都是假的，才肯放下了。原来放下就是学佛，功夫不得力，就是贪嗔痴慢疑没放下，色声香味触没放下，这个没放下，就是六道没放下啊，贪嗔痴慢疑没放下，功夫不足啊，放下讲功夫，看破是智慧。往昔时中，过失尽矣，然后乃除。宗门禅宗讲顿悟，顿时上上等功夫的，他看破了，马上就放下，放下就成佛。
啊，慧能大师在什么时候放下？卖柴，遇到一个人在念《金刚经》，他在窗外旁听，等他念完了，他进去敲门，问他念的什么。啊，这个人说我念的《金刚经》，他就把他听的这些味道讲给他听。这个念经人非常惊讶，啊，这不是别人一般人能讲得出来的。啊，再跟他聊天了解，他一生的经历，原来是个卖柴的樵夫。但是他听了他的话，这人有慧根，值得栽培啊，保送他到五祖黄梅去亲近五祖去啊，送他10两银子做安家费，他的老母亲有一些居士们替他照顾，叫他放心啊，一心到黄梅去求法。谭经前面记述这段故事，真放下马上就脱离了。我们为什么放不下没看破？为什么看没看破？我们的疑没断。听经学佛几十年了，半信半疑，不是真的放下。真放下他就入门了。啊，老师当时叫我做6年，我6年没放下。60年才好一点啊，学佛60年才好一点。今年66年，不在事上、境缘上、啊境界、缘分里面去真磨练，真功夫不能显现，要经得起磨练。啊，磨练里面最重要的就是万法皆空。古人用这句话，下面是指因果不空，能讲得通。啊，用在修行上，明心见性不空，看破放下不空。真能帮助你入佛境界。时代不一样，乱世，活在世间太苦，我们要干真的，不能干假的。干假的来生还是六道轮回，干真的决定求生净土啊，往生极乐世界就对了啊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此地。